你好，王先生您好，我们是普惠金融平台的，来电是想告诉您，您有一笔20万的免息借款额度可以申请。真的吗？免息？现在您只需要支付1%的手续费即可提现成功。好，我马上下载。万万不可！如果你这个时候选择了支付，就等于把你的钱白白送给了骗子。所有关于无息贷款或者前期需要提前支付手续费的，都是诈。我是何家劲，全民反诈，人人有责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